真的觉悟了，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。啊，高明，叫你做总统，你要不要去做了？不干了。那古时候叫你做皇帝，逃得远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懂因果，知道这个位置不好干。你要做不好，你将来有恶报啊。你在这个职位上一定要把它做好啊，做好也没有功，为什么？你应该要做，做不好你一定会堕落，不是容易事情啊。厚利，你有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？你要没有那个福报啊，财富来了，灾难就来了，没有那么大的福嘛啊，福是你前世修的，这个自己一定要知道啊，不应该得的决定不要去求。你要给你，你都不能要，跟你说那是祸害，你敢要吗？啊，第三，乐清净心，这个字也可以念要，它有两个音啊。念要呢是爱好的意思，啊，念乐是快乐的意思。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啊。摄取众生生彼故土故，菩提是毕竟常乐处。若不令一切众生得毕竟常乐，则为菩提门。这要有这个心啊，爱好欢喜啊，欢喜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离究竟苦得究竟乐。究竟苦就一切苦统统离，永远不会再有。这个心大了，这是佛菩萨的心啊，佛菩萨普度一切众生的心。你在六道里面，纵然教导你、帮助你，啊，努力修善，你升天了。啊，善有大小不一样。了凡先生在家庭四训里面讲这个善，讲了八种，讲得很详细啊。果报不相同啊，有的人间富贵啊，有的欲界，欲界有六层天，福报不一样，向上去还有色界天，还有无色界天，享天福啊。那人间没法子跟他相比啊，啊，究不究竟呢？不究竟，为什么呢？六道里面都有寿命，寿命最长的是无色界天的非祥非非祥处天，啊，佛告诉我们，那个地方的人的寿命八万大劫。啊，一个大劫是这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，那是多长的时间呢？是天文数字啊，那么长的寿命啊，八万大劫，也就是我们这个星系啊，这个太阳系沉住坏空八万次。可是八万次会到啊，到的时候怎么样？到的时候你就往下堕落了，你出不了轮回嘛。啊，那你的这个不善的业又现前了，那不晓得堕到哪里去了。所以这不究竟啊，真正能够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了，啊，你升到四圣法界了，四圣法界是净土。
啊，那个寿命很长，可是那不能见性啊，不能回归自信，还是痛苦啊！啊，可是六道里面这些苦他全没有啊，这些三苦八苦他们完全没有了啊，他也不能说得究竟路。究竟乐一定要帮他成佛啊，也就是帮助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问题才真解决啊。可这桩事情谈何容易啊！啊，净宗法门就殊胜了，你一生就可以成就啊！啊，他不必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向上提升的，太痛苦了。太麻烦了啊，就在这一生在人道里面就超越了啊，不必通过欲界六层天啊，色界十八层天不需要啊，在人间就出去了，叫横超啊啊，一生就能够得到啊。这是说这些佛菩萨啊，于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，摄取众生呢生彼国土，这个彼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你看看，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的，一生讲经说法49年，啊，说了很多经，说了很多理论，很多方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众生根性不一样。就像吃东西啊，口味不相同，有人喜欢吃甜的，有人喜欢吃辣的。啊，佛是大开方便之门，你想想什么，他就帮助你什么，真难得。啊，可是究竟门这一门是让你得究竟路。这一部经，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，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。不是讲一次啊，从翻译的经典来看，至少他讲3次啊。为什么要一次？那是原本是一部经，纵然很多翻译，一定大同小异，没有太大的出入。可是这一部经5种这个翻译本，出入太大了啊，所以古大德的判断。至少讲3次啊，那我们晓得这一部经在中国翻译是最多的，它一共有12次翻译啊，还有7种啊失传了，找不到了啊。在大藏经里头有记载啊，有这个经题有记载，但是书找不到了。如果找到，还可能看到啊跟现在这5种本子不同的地方，出入很大的地方啊，那就是不止3次啊。为什么我们懂这个意思就晓得了啊，是佛摄取众生，也就是帮助阿弥陀佛招生，好像阿弥陀佛是个校长，学校是在那，设方祝福都是替阿弥陀佛招生的啊！要想一生真正圆满成就，到那个地方去啊！去西方极乐世界是学校，人家设备很好，一切齐全啊！你不能到那里去了就不走了，那成什么话了啊？那是学校，那不是你的家。你想的时候，哦，那是我的老家，我去了之后永远不离开了，这个念头去不了，他不收你啊，一定是去上学，学出来之后啊，要到十法界啊，是法界虚空界里面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的六道里头啊，去帮助众生去教学啊，在那里培训呢。
一定培训你证得无上菩提，也就是究竟的佛果啊，然后你才离开，你才到过处啊去教化众生啊。那个时候你真的把家找到了啊，家在哪里呢？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的家啊，所有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，你自自然然会把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呢，帮助他回归自信啊，回归自信会不会对自己有影响呢？给诸位说，毫无影响。他真的觉悟了，他不染悟了吗？啊，我们今天有影响啊，功夫不够的话，境界先前敌不过啊。啊，你说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不错了，可是遇到高明厚利，把握不住了。明知故犯，他还起贪心，不容易啊！真的觉悟了，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啊！高明，叫你做总统，你要不要去做了？不干了。那古时候叫你做皇帝，逃得远远的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懂因果，知道这个位置不好干。啊，你要做不好，你将来有恶报啊！你在这个职位上一定要把它做好啊，做好也没有功，什么？你应该要做。啊，做不好你一定会堕落。不是容易事情啊，厚利你有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？你要没有那个福报啊，财富来了，灾难就来了，没有那么大的福嘛啊，福是你前世修的，这个自己一定要知道啊，不应该得的决定不要去求，你要给你你都不能要，跟你说那是祸害，你敢要吗？这个有智慧，懂因果啊，明文理扬放在前头，如如不动啊，不会起心动念的，这就对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。